妖女，出了一件很怪的事，请您前去看看。茅山弟子，何方妖精，快快束手就擒！妖女，正美，我下不了手，住手！我猜消灭那个妖女。怨鬼，怨鬼，住手！怨鬼，我猜。 大师傅，说欺负你刘知妹，你们别走啊！如此，太上老君急需用力！表哥，他活了。